一辆蓝色的大卡车，大卡车里面呢装的不是货物，而是绿色的一辆车。一辆什么车呢？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标示，是一辆绿色的邮政车。车厢，车门在这里打开，邮政车出发了。再看一看这一辆呢，是平板货车，颜色呢是蓝色的。这里呢是倒车镜，这个货车的车厢呢，四边的车斗是可以打开的，这样呢非常方便卸货。现在呢整个是平的，对不对？看，当把货装上去的装上去以后，这个车厢又可以立起来了。防止货物掉落，平板卡车和邮政包裹车。感谢收看，拜拜。